家好，今天来到家里，妈妈就开始弄艾饼吃。现在开始去做。哦。糊了糊了。走喽，开始喽。洗一下，全部是那个粉。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有那个笋要煮笋。来，把你的多个地方放好。看，这个是我妈妈，今天弄一点，明天弄一点，就是弄的这个，然后存起来的，一天弄一点，一天弄一点，就这么。你呀，你爷爷拿来弄好了这个笔，我们别拿毁，一起做一下。什么粉啊？糯米粉和那个，反正两种粉在这里面，自己磨的，你看多白呀，多纯呐、啊！把它弄碎了。它这里面包哈，是放那个鼠腥草。然后在里面包是包那个笋和腊肉炒的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也搞不多哎，太宽吧你，你不就买你？这就是那个春笋和腊肉炒的，味道美极了。我最喜欢吃我妈妈炒的这个笋。这个有什么比例没有啊？没有，多就多一点，少就少一点，弄得踩到了就多一点，就更好吃一点。这个会不会太少了？少就少一点，又没关系，这个多少都没关系了。这种草比那个艾草好吃，艾草它有一点涩味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原汁原味的。想要做这个饼吃啊，真的是要手上要有力气，不然还弄这个粉弄不来。加油！
货。这里还有一个盘，这一个盘你拿去洗吧。等一下，我洗完了，洗完了拿过来。弄好了，开始可以包了。看，罗罗爬树，拉那个电，拉到下面那个房子里面去。我不服了。别想不开。哎呀，别的包子嘴好怕，管管。别的包子嘴好。小心扎住手哎。那是要拉这几根线的吗？他掉几根？不改的，我晓得的。有帽子没有？这个有没有草帽？都是有。哎哎，能不能？草帽有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你新的东西快新了，我新了一次。无所谓，海棠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这个是海棠过去的，你过熟不过来？现在有水用，不用挑水了。我陪着我。一伙人看着他下水。哎，怕呀他，怎么办？我可怜。亮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真的，这你挠开。这有吗？没事，不要弄就好。你说吧。今天教欧拉拉包这个饼，你吃过没有？吃过就没做过吧？没有。你包不到。教他。变老远，你给他要变。我们你包得到，你看毛子发细，包得到啊。学。够了，可以了，该放那个。多了，别放那么多，包不了了，都那么多。包饺子也可以，会包饺子吗？慢点，我破鬼。包的差不多，我们开始碰这个。你会接电吗？妈妈一车人回家了。